嗨嗨，等我一下，进来赶快先分享直播，然后一样就是分享直播，然后按赞，然后留言关键字，今天有关键字。我这好像有点亮，来进来，好了好了，要曝光了。今天就是留言关键字是抢制定款风衣洋装折扣码，就是你们要留言打这些字，打这些字可以干嘛呢？就是可以抽任选直播任选，你要抽风衣也可以，就是看你们选，因为抽任选是很棒的。然后今天一样抢折扣码哦，我的开了，好了，赶快进来，今天一样抢折扣码100，前30名可以配两件88折，然后还可以再折100。没错，然后呢，今天呢就是连线已经开始了，所以明天台中门市会有一些东西都可以来试穿，然后风衣会有 少量的现货可以购买。哪一个方？是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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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版风衣？对，这是新的，这是新的那个制定款风衣。没错，然后对，进来赶快留言关键字哦，抢制定款风衣洋装折扣码就可以抽任选。对，好，看一下，今天又是连假。对，有了吗？有了吗？赶快进来。然后廉价，台中门市有那个、哦、有营业哦，所以明天可以来。有找到攻读生了，没错，可以来雇了。对，但是我明天还是会在。很认真呢。对啊，你很认真呢。我很认真呢。好，那我先介绍那个我们新的风衣的这个风衣外套，这个是我觉得颜色很好看，它是有一点点。军绿墨绿，对，它有点卡其绿，对，卡其绿的颜色、嗯、这样我这个镜头看应该就是算是这个颜色嘛，我觉得很好看。然后它其实是那个有一点就算两穿吧，对，它有两穿，对，它就是可以当做就是我这样子是长版的这种风衣外套。哎，后面很美，后面是那个后面超美，后面很高级耶，它是那种有点百褶的后面的。对，而且我们那时候做这款就是想说不要太蓬，所以我们的百褶是扁百褶，然后有做那种腰身的打折线。对，因为不要太蓬的话，好像如果当外套穿，就是还是蛮有气势。对，但是如果当洋装的话，也不会太甜美的感觉。没错，海外有吧？有有海外哦。然后它就是那种卡其绿的颜色，然后这边也有做那个这个叫什么扣，反正就肩膀的、这个、风衣的，对，风衣会有的这种扣子。然后肩线的地方我们也是做比较合的，所以这样子的话看起来会比较修饰。这一次就不是做那个落肩的设计，对，之前都是落肩，就是有肩线的肩线，对，我觉得会好像比较挺一点的感觉，对，比较挺。对，然后前面的话是做，就是这边是一个是口那个口袋的设计，然后这边就是做那个有一个一片的那个，这叫什么？一片是就是风衣很常见的那种，对，这种感觉。外套比较，对，它是长版，因为它是可以当做洋装穿的，但是我157，你可以参考我穿的长度。对，小雨157是 OK 的，因为它其实它是做高的腰身，它腰身做的比较高，对，所以这样比较修饰。对、嗯，然后后面的话它有附一个这个，而且它后面超美，上面也有打折线，这边有打折线嘞，就是微微的，然后下摆是做那个，就是。比较多那个折线的感觉，对，像洋装的感觉。对，我等一下会穿那个当做洋装的穿法给你们看看。对，这件超美，我觉得它还好哎、欸，算是厚雪纺，对，比较厚的雪纺，但是又不是说你说真的，它也不是属于保暖型的，它就是属于比较造型好看的那一种。现在的天气穿，我觉得是很刚好的。对，然后它里面是有做，我们是有做内里的哦，对，没有内里，然后内里的话也是那个同色系的内里。对，然后我们这里就是腋下这个宽度就不会到太紧，所以我觉得它那个它的尺寸还可以穿蛮大的。它虽然不是做那个落肩的设计，但是它是有那个马肩线设计，但是它的那个这个地方，这个叫对蛮大的袖口吗？对，肩膀这里的袖口它是做腋下宽的，对，腋下比较宽，所以其实它不会那个。不会紧卡卡的，就是如果你想要穿厚一点是 OK 的。对，就是如果你今天穿毛衣是 OK 的、哦，或者是有一些像有一些衣服，它可能不是这样，它就是一般的针织的话，它可能是有一点点，这里比较宽松，比较宽松的，它会卡，这一件是 OK 的。没错，对，价钱都有在官网，然后这件制定款是 WK18，然后这件的话是3480，然后如果88折的话是3060，然后如果你们在抢前30名可以折100哦。对，然后还有附这个。对，然后折扣码小雨内纹也有，它这个也很漂亮，它是有一点那种琥珀扣，琥珀扣，
这种要搭什么？搭很多都可以搭、欸，这个没差哎、欸。其实我觉得什么都可以搭，就是最基本的，或者是洋装。等一下我们会穿很多给大家看。对，反正他们家有出制定款，应该都是可以，基本上都是可以搭。百搭型的。对，然后也可以这样用绑的。这样也很美耶，这样也很好。哎，这件真的很好，超美的。它是整个有腰身，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想说，我们这边不能看起来太蓬，所以因为很多人就在意臀宽，所以我们这里就是做那种边打折，然后只有两折而已。所以这种的话比较好，因为有一些女生的臀部比较宽的话，她怕太蓬的话就会很显胖，很显那个屁股。这件就不会，而且它的那个垂坠度很好，所以它是整个散状的下来。然后这件的话垂坠感超好的哦，这件的话超好，而且它其实它的料子是微微有弹性的，对，它是有微弹性，它其实是微弹性。然后它的那个我喜欢这个扣子，它是做隐藏的，对，所以扣起来的话你就是完全当洋装穿的感觉，或者是你今天扣两颗扣或三颗扣，然后你再绑起来，这样有一点就是半洋装式、对，如果我扣只扣上面是不是，对，只扣上面的话也很好看，对，只扣上面，官网有那个详细尺寸的。这件真的很美。那如果你只扣上面的话，你这样走路，你还是下面穿牛仔，你就可以露腿。对，就是稍微露出脚的感觉。对 对，是可以的。这个很美。然后你看袖子的部分，我们还是有做那种打折线。它的袖子这边是有做打折线的，就很高级的感觉。而且这件这样的话，我觉得还蛮划算的。后面是这样子，好看。你往下拉一下。什么东西？我来看验证码。哦，很好看。哦，你们这个还有什么小巧思吗？有，就是它这件的话呢，我们这里是整个排扣是做隐藏的。对，哎、欸，我觉得隐藏，哎、欸，这样搭也很好看。我等一下会穿那个洋装式的，整个就大概是这种感觉吧，全扣起来，然后、欸、有口袋，有口袋，对，还是有口袋的哦。有口袋的，这件超美的，超美，对，而且折扣下来也3060，然后再折一百，它的材质是非常非常好，而且这有一点弹性，这块布是微微有一点点弹性。对，然后下摆，对，下摆部分它是圆弧的，它不是整个那个的，它是圆弧，有一点圆弧，对，微微的圆弧，对，很美。你看，它整个垂坠感很好，所以甩起来超美的，很像洋装，对，很美。可以看袖口折起来的样子，稍微拉起来，嗯，对，稍微拉起来的话，你露出那个手踝的部分，我觉得也蛮好看的。口袋是假口袋吗？真口袋哦，口袋上面吗？上面是假的，哦，这个是假的，然后那个。手插的那个口袋是真的，对，这个前胸口的是做造型的吧？对，这个是造型这样子。而且我觉得我们那时候就想说，就是这里的部分腰的部分要往上高一点。对，它其实真的比较有腰，它的腰身是高一点的，这样其实就不会就是太低的感觉，你的那个比例不好的感觉。对，因为我觉得亚洲的女生还是要尽量穿比较高腰一点的，除非你很高，那是没差。没错。然后这里都是有做打折线，连前面的地方也是有做打折线，而且我觉得稍微这里很好看呢、欸。对，如果你把袖口这样拉起来，然后你侧面看，其实它就有一定的那个蓬度。对，有蓬度，我觉得很好看。对，这件看起来也是很高级耶。上衣编号10020。对，上衣的编号，我们等一下看上衣。哦，然后它这个外套内里的话，它是做有点半截式的，它不是整个的。对，给你们看一下里面。对，它袖子里面是没有的哦，因为这样子的话就会减少它的肥胖感。对，就是稍微就是半截式，穿起来很瘦，对，很瘦。对，然后上衣的话，这颜色好复杂，很多颜色，很多颜色。反正就是你们看到这些色，我也不知道怎么说明，反正就黑白性，这还是奶茶，反正还有我这种，这个颜色是比较特别。浅灰，就是这些色，很多颜色，反正这个就是必备基本款。对，这个也没有最推哪色，就是都很好配。对，有黑白奶茶，它是素素的，然后材质很舒服，这样。然后它的那个领子高，它的这种它是微高领，是我喜欢，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我的脖子没有那么长，就是我觉得我别的脖子是有一点短，我个人认为，所以我是喜欢穿这种。微高领就是一半的，还是要露出一点点脖子的线条。上衣，对啊，我会留，因为这个就是我天，就是一天到晚都会穿的。然后我觉得搭那种就是，然后也可以搭，今天还蛮多配件的，对配件，然后可以搭一个围巾。对，然后围巾的话有两个色哦，围巾的编号，
维静，你是不是喜欢这个色？对，因为你就是一个土色土色系的人。对，10074。对啊，对啊，在台中门市直播。对，台中明天会开哦。这个、真的超级舒服，它是那种有一点点，我觉得很像牛奶丝的感觉吧。对，类似，而且是整个超有，而且很有弹性，然后很舒服的。还有这么多颜色，它不是发热那种，但是它就是你再凉一点点穿都是完全 OK， 然后就很多很多颜色。我觉得像这种，如果你之后搭那种大衣类的啊，都可以。很难取名字的颜色，这超级像。这个颜色也好美，这个有点可可色。我觉得可可色也很好看。对，然后咖色、浅灰，然后奶油色、黑白跟奶茶色。对，我身上这算什么色？浅灰。浅灰。谁考我？对，然后它就可以配，随便配一个这种围巾，就披着，或者是如果你看电影什么，就是很适合这种小披肩。小雨上衣只留一色吗？我不知道哎、欸，就再看看等一下，他还要再调。因为我就是可能穿了以后，然后就哎、欸，好像可以再拿几色，我会再跟他说我又要穿一色。上次裙子、就是、我每次都是这样子。对，然后还有这次的包包，价钱都在官网哦。这个包包好可爱，它有点像那种保龄球包。对，超美的哎、欸，这个很有质感。它是那个，就是我觉得现在的女生就是很适合用这种小包包，但是它其实也不算，它不小，对，就是、但也不是很大，它就是长夹、化妆品那些的。我觉得平常用应该会还蛮方便。然后它还有附一个这个，这个是那个背带，肩背带，就是如果你不想要手拿，你用肩背也是可以的，或者是你可以把肩背带拿掉也行。包包的编号10073，你会买起毛球吗？我觉得应该不会。对，这种的话，除非你就是每天狂穿，对，狂穿的话一定会，狂穿一定会，对，就是我觉得不管什么衣服都是看你的那个穿的次数，但基本上韩国的材质都比较不容易起毛球，是真的，对，很好看的，然后而且它的那个，它的这个叫什么？它的拉链，它是有点雾色，对不对？它的拉链是这种铁雾灰，对，铁灰色，对，就不是金色的，所以我觉得就比较有点低调质感的感觉。很百搭、啊、没错，上衣就是完全百搭。对，大家连假没有出去玩，还是上周的连假太疯了。太疯，这个礼拜休息。欸、上周的连假又烤肉啊，然后大家、哦对对对对烤肉啊、你知道那天网路都爆掉、欸，真的，就是、哦、大家都在用网路吧。对，然后也没有人跟我讲。然后你就很无聊，问我要不要换时间。对啊，好就这个包包好看，然后它有这个有点像大象灰的颜色，对，大象灰跟焦糖色。然后它这边啊，就是可以放卡片，就是放悠悠卡、哦。我觉得这种的话，你就是还蛮方便。然后前面有一个小袋，就是黑黑的。然后，它里面还蛮深的。对，它里面就是也没有什么隔层啦，反正就是容量蛮大的这样子。然后它的皮质还蛮好的，对，它这种我觉得算是还蛮有质感，而且这才1000多，对，但所以它不可能是真皮的、哦，对，它一定是合成皮，但是我觉得它这个已经算是合成皮里面做的还蛮有质感的，对，对，然后你看它的那个铁扣是有一点那种。很有质感的、欸，灰灰，对，雾雾灰灰，不是一般的话都是那种浅银色、嗯，很多都是银色那种。然后那个也很好看，对啦，我是觉得大象灰更好看，很有质感，就比较，我觉得我个人是更喜欢这种颜色，它就有点像那种小保龄球包的感觉，对。对，包包是10073，后面的裙子就是刚刚那个风衣有介绍，啊、我们等一下会就是再会再介绍这样，然后这个就是。牛仔裤我的那个刚刚披的，然后再给你们听它的纹理是这样子的。对，它就是做有点，但是它大格跟它不是那种真的很保暖的围巾，它就是秋天适合的那种，有一点点防风型的啦。但它还不是到那种毛的，就是不是冬天用的，就是对，不是羊毛那种的。对对 对, 对，有一些是毛料那种的、嗯。好，然后裤子也是这一次的制定款哦，它是那个。也是我觉得也是秋冬比较适合穿得到的那种深色的牛仔，然后一样他们家就是都会用那个内里的腰头都是做那个松紧带的设计，裤头都是做松紧，对，裤头做松紧带的设计，所以这样子的话会整圈会比较舒服这样。围巾编号10074，所以所有商品都有在官网上架，所以你们就是打编号就可以搜寻到了。它但是它不是真的割，没有破出来，它是补丁的，它里面是补丁，所以这个就是适合冷一天的时候穿。对，
对，因为它只是布丁款，比较布丁的那种设计。然后是它是有点小直筒，对，小直筒。哎，这个穿起来也超爽。我刚刚会穿就是别的那个鞋子，因为这样我就会看你们，我怕你们看不到下面。对，就是裤管的部分。裤子很好看，裤子超美，还蛮高腰，然后这边就是锁肉效果很好的。就是还蛮必备的，然后也是蛮提臀的，深色的这样。对，然后这次的牛仔裤是比较比之前款式还比较有分量一点的，就是比较厚一点。对，我觉得好像有磅数厚一点。对，所以它穿起来的效果是会比较挺，会比较挺，就是、之前比较贴。对对对，磅数是比较高的。我给你们看一下裤管。好的，然后牛仔裤的编号是 WK16，对 WK16 哦。然后这次的风衣制定款在后面。等一下小雨还会穿，好，然后我再给你们看那个上衣的，上衣有很多颜色这些，然后明天台中有预留一些那个现货，所以你们可以来购买风衣的现货。对，风衣还有一些上衣都有新款的，上衣好多色哦，超多的，哎，就这些这么多，对，这么多。七个色，对啊，都超百搭，而且它也不是说很贴的那种，这个就是可对，它也不会太贴，对，但是它又有合身的感觉，对，它有合身，但不会到整个很紧，但不是紧身，对对 对，合身不紧身，对，太紧身就会比较辣妹，超美，然后很有弹性。哦，裤子呢，它的材质是偏比较厚棒的，厚棒，所以它不是软的，所以你不用担心会锁不住肉。对，但是它不是真的很硬很硬的，因为它还是有弹性的，但是它的磅数比较高，所以你看我这个腿的这个肉还是可以被锁得起来的。对，它是算莫代尔吗？没有，莫代尔是比较贴，比较软，而且比较薄滑。对，莫代尔是比较偏光滑，这个是毛料，但是是很亲肤的。对，这还是比较弹，比较棉质，然后但是它比较软。对，这次的裤子弹性的话是有弹性，但是不会到弹性太好太软的那种，这个是比较厚棒的。对，然后你看裤子的下摆是有一点小缺口设计的，就是裤管这边我们是做那种小缺口。对 对, 对，像小雨刚才穿那个靴子其实也可以配，或者是像搭这种百搭款的拖鞋都可以。小雨157/41，包包还蛮高腰的。好，再看一次包包，包包是这个，就1000多，一千多超便宜的，日常还蛮百搭的，我觉得。对，而且还有两杯式。我身上颜色是浅灰，浅灰色。对对，也还蛮好看的。其实我觉得浅灰也蛮有质感，蛮有质。其实这个也没有怎么样，它就是一个很基本的东西耶。因为它的颜色其实就是比对一下， 这些颜色穿起来都会是比较有气质、有质感的，因为它毕竟不是什么亮色系。好，我来念一下哦，白黑。白黑奶茶，对，他拿白黑奶 茶，然后这个是奶油色，欸、奶油色浅灰色，浅灰是我身上，对，他身上，对，然后深咖，深咖可可色，可可也很漂亮，对，可可色也蛮漂亮的，对，可可也是我会喜欢的颜色，然后深咖也很好看，都好看啦、啊，反正就是都不错，对，然后是很有弹性的，包包是这个，对，就是这边也可以放卡什么的都可以。或是手机，有的时候你直接插进去，哦、对，学到手机方便的。好，好，然后对你们，就是今天呢，赶快就是要前30名，如果下单制定款的话，可以折100哦。然后你们风衣制定款就是3480，然后两件88折3060，再折100，前三十名有折100。好。然后呢，就这一件。然后明天台中会有一些现货，所以你们可以来买。然后还有之前这个热销千件的这个短风衣，也是明天台中会有少量的现货，所以你们也可以来买这一件，就是台中限定，但是没有5件，就是很少这件，因为这个已经热销千件了，台北已经在陆续出货。对，上衣真的是很可以包色。裤子有折有，就是是风衣才有，风衣才有吧，对不对？风衣才有那个折100，对，制定款式，对，制定款式的风衣，没有，这个没有，是长的。牛仔裤有，制定款有。哦，牛仔裤有吗？有。哦，牛仔裤也有，制定款的都有，前三十名。对，结果我更不清楚。后面包包也是新款吗？不是，那是小雨的。
颜色很像，颜色很像，这里来，今年流行来，大象灰，买起来，有没有？我跟它很像哦，有没有？对，这样比对，今年流行的颜色啊，有很像。可以寄美国哦，可以哦。假日门市，对，假日有开，假日有开，台北也有开，台北除了礼拜一都有开。大象灰，我觉得它最美的就是它的这个很有质感，因为很多都是那种浅灰色，不然就是银色，然后它是有点那种铁的深灰。包包的编号是几？100073，价钱有在官网，价钱是1000多。对，大象灰很好看。好，我又换了下一套，下一套是洋装，它是那种比较毛料的洋装，就是真的再冷一点可以穿的。但是我觉得其实现在可以不穿内里，就是单穿，单穿可以耶。你里面穿一个平口，你单穿我觉得也很好看。然后它是做那种燕麦色的，燕麦色，对，很舒服。然后侧边有做一点点小开叉，是有用皮带是有的吧？有，对，是新的。然后有那个可以买一个皮带，这个皮带是另外的商品哦，它不是副的。然后它有三个颜色，然后呢，它是做也是雾面的。我觉得今年还蛮多皮带都是做雾面的，因为我觉得雾面的好像也是看起来比较有质感。今天为了这件哦，为了看这件，对，身上这一件很好看，我觉得还蛮好看的。对。就是你其实单穿也可以，对，很好看，这件超美的。我把皮带用掉给你看一下，就是这样，蛮基本款。对，然后它是侧边也是有做那个，对，侧边有开叉。对，然后你可以单穿，现在的天气我觉得是可以单穿的，没错。那你如果冷一点，就可以像我这样搭，里面搭一个那个内搭这样子，刚的那个内搭，刚才的内搭，这个是咖色的，对，深咖，舒服，很可爱。背心羊的编号10024，皮带三个颜色，皮带有三个色，黑色、杏色跟咖色，咖色，对，这种都百搭。然后这次的皮带是比较宽板一点，就比较宽，然后比较它比较硬挺，对，我觉得比较硬挺，比较硬挺，所以你搭起来就不会说哦，我觉得贴肚子。我觉得可能这种硬挺的比较适合那个秋冬吧。对对，秋冬的话就会需要比较这种有分量感的配件，没错。很美，超美的。然后它也是做那种金扣，雾金扣。对，雾金的，很好看。然后配这个靴子，这个靴子上次就介绍过了。没错，靴子的编号09192是靴子哦。对，好。像这种背心也是，这种就是背心式洋装，也是每一年都是，都会有很流行，然后很基本款的。对，而且这件不会刺哦，它是还蛮舒服的。你要示范吗？示范什么？哦，好，就是这次有新的夹子了，它是珍珠的，对，珍珠的，然后还有一个方的，好，就是反正又就是又要夹了，稍微撕给你们看一下，这个。对，然后你们买制定款，然后赶快去抢前三十名，前三十名有折100哦，两件88折再折100，超划算的。这次的你看，超美的哎。用这个好了。好，这个是方的，是有点偏长方形，然后珍珠。随便夹一下。好，很美，然后有两个色。反正就可以这样夹。对，这次都是珍珠系列的。对，很好看。我自己是很喜欢珍珠啦。对，珍珠很好看。我小时候不喜欢哎。长大就开始，我小时候也不喜欢钻，长大不要想，长大就要钻，要钻，怎样都要钻，一定要有珍珠，对，珍珠很好看呢，这样也很好看，对，就很漂亮。然后它我觉得也很有质感，而且它也是真的还蛮好夹的，对，它的那个紧度还蛮够的，因为有一些就是比较不好的，它的那个夹的夹起来不是那么好用，它会滑头发。珍珠的编号是09245。很好看，它这个算金色吗？我觉得它是淡金色哎、欸，对，它是淡金色。上次的是比较紧，对，上次的是热销。上次的这个啊，它是比较实的那种金色。你看这一次它是淡金色，也很好看。然后还有这个，还有这个，哎、欸，我喜欢这个的透明哎、欸，透明的很好看，透明的很好看哎、欸，今年一定要有透明，今年一定要有透明的，而且透明的更百搭。对，就是那种百搭系列。然后还有这个琥珀色，琥珀色就是比较浮夸型的，
对，但是也很好看。嗯，对，透明的话，我觉得就是怎么搭都不会出错的那一种。我觉得算也是可以夹的蛮实的感觉，对，琥珀色。还有什么？想要夹夹看吗？这个琥珀的嘛，好，嗯，这个的透明的。我真的是乱夹，哦，因为。对，百搭就还蛮百搭，像这种我觉得今年就还蛮流行哦，它可以夹 很厚的头发，哎，这是全部夹起来 是 OK 的。对，哎，我觉得这种还像我头发比较厚的就可以夹这种，可以啊。对，对，然后如果你们因为我之前夹眼都夹不太住，哦，真的吗？对，头发比较多的话，哦，对，如果你担心会那个头发会松的话，你可以先用那种小黑的橡皮筋先绑起来，然后再夹整个整坨夹住这样子，没错。好，再来。哎，欸，你们好像可以搭风衣哦。哦，对，可以，可以。我这一套可以搭风衣。红色系，对。风衣也可以这样子配，就是它就是一个很百搭的单品。对，超百搭的风衣，而且颜色都很相似，所以是可以搭来搭去。对，而且像这件风衣，你是完全可以单穿的。这样超有质感的，很好看，超好看的，欸，这风衣真的必买，真的必买，超美，就很有质感。没有吧，我是觉得他们家的自定款都要买，因为反正外面就没有，没错，对啊，自定款的，嗯，而且风衣我觉得它这边做就是我们就是想说要搭一点，所以这里如果你袖子就算拉起来就是整个都很有精神，对，这边是有空间的，对，有空间的，所以你穿比较针织系宽松一点的衣服它不会那个觉得不舒服卡卡的，我知道有些人会担心，对，他这件就是完全不会，对，就是有肩线，但是你腋下宽不会太紧，不会太绷的那种感觉。背面最美，风衣可以当外套穿啊，风衣我们现在搭都是外套的穿法，现在都是当外套哦，对，现在都是当外套的穿法，风衣是完全可以当外套穿的，完全可以，它就是两穿，就是当洋装跟当外套 都是可以的，没错，对。真的超好看，这一件编号是 WK18， 对，然后你看它就是短版一点，所以它怎么穿它都是让你的比例 看起来更好，对，腰身比较长上面一点，对，腰身真的比较高，质感非常舒服，而且我觉得应该也不会到很容易皱，对，其实是还好的，它是算比较厚料的雪纺，没错，厚雪纺，厚的雪纺，对，都有内里哦，半截式内里，嗯，风衣的编号是 WK18， 哎，这样也很好看耶，我觉得手提的也超美的，嗯，然后像小雨157，我觉得长度也还 OK 哦，因为这件的话就是要做比较长版一点，就是比较那种就是垂坠感比较好的，娇小的女生绝对是可以的。对，如果你是那种150的女生，我觉得我建议你靴子可以穿有一点点高度哦，有高度的就很好看。对，因为这件就是要长长的才有那个气势，但是我觉得不会让你觉得衣服太大，因为它的腰线做的是高的，对，完全不会穿的很大的感觉，因为肩线有腰线有的话穿起来女生完全娇小女生完全可以驾驭，哦，有人要看当洋装，我等一下换穿薄一点的，我 给它全部扣起来，好，对，因为我里面这一件是比较厚一点的，对，那等我换下一套，看一下，然后对了，然后今天的话呢，我再讲一下规则好了。现在就是连线期间就是2件88折，然后所有刚才的商品都有在官网哦，所以你们可以官网下单，然后2件88折连线期间，然后2000免运。小雨15741，香港可以直接官网下单，可以选顺丰。购买网址在那个小雨那边有置顶 ，wkorea.com/tw， 然后找我刚才就是报的编号就可以。然后记得就是小雨那个内文有打哦，就是前30名的折扣嘛，然后你问31名的话就没有了，就是下单如果有显示折100的话，就是你输入那个折扣码的话才有哦，所以你们要赶快前30名下单的话才有折100，但是2件88折的话，然后你再配上折100，真的超划算，然后2000又免运。对，然后今天的话 FB 这里抢制定款风衣洋装折扣码可以抽任选，所以如果你就是狂打疯狂打，然后真的是抽到你的话，然后你就可以抽，就是看你要什么都可以，就是然后风衣啊什么的任你选，所以赶快帮我分享。好的，
想看哦，格纹裙来了，现在有。看这件裙子是不是？对，有人要看这个裙子。哎，你这样搭也很好看。对啊，这样搭超美。我跟你们说，我超喜欢直筒裙的，就是这种直筒，然后它大概就是会超过那个膝盖的那一种，我觉得穿起来就是很有气质，然后会很显瘦。然后这件格纹裙呢，是现在的天气穿完全是刚好，因为它的材质是比较薄料一点点，但是也不会透哦，很好看。然后搭配像这种大地色系的，我觉得都还蛮适合的。对。然后这件格纹裙的话，它我觉得它的格纹是还蛮温柔的那种。哦，对，它是比较杏色、奶油色的那种格纹。然后这个内搭是那个可可色吧？对对，可可色就是超级美的。哎，这个颜色真好看哎。嗯，可可色很好看，就很温柔，很有质感。然后这个披肩是上次的吧？对。对，浅灰色的这种小披肩，然后因为羊毛的，裙子的话我穿会比较大，所以我后面有夹夹子，但它的尺寸是正常的。哎，像这样直筒裙超美的哎。对啊，这个小配件真的就是画龙点睛。没错，对，羊毛披肩这一件的编号09190，09190，我喜欢可可色，可可色很好看，可可色好看。对，然后这个披肩是我们这次热销的，它是羊毛的。对，羊毛的，所以非常的舒服柔软，然后很好搭配。就是我觉得其实从去年就很多这种披肩了。对，这种就是小单品。帽子也是新的。对，帽子也是新的，帽子很好搭配，它就是一个很好看军帽，这种军帽的感觉，毛呢材质，然后这里有做那种链条的设计，这个就是怎么戴都很时髦很好看的，也不挑那个头型，因为它的里面其实是做一圈松紧的，它是有一点点松紧的材质这样子，所以它其实就是，比较不挑人，不挑头尾带。我今天没有擦唇膏我有去纹唇啊，我纹很久了。笑死。对，这样子。对，很好看。然后还有这个深灰，我戴的是黑色，跟还有深灰色这样子，它这个就是有这个就很好看。对，然后裙子的话有分尺寸，它有分 S M 号。两个尺寸，裙子编号就配这个靴子，裙子是10025哦。对，裙子，然后裙子的颜色，它的格纹是比较浅的格纹，所以我觉得就不会到太浮夸了，就比较温柔，小姐姐那种感觉，就不会太浮夸，很美，百搭，很好看。好，然后我觉得搭这个应该很可以，好，可以，我这个披肩就披着，好，因为好像可以，可以。如果要搭这个风衣外套呢，也是完全 OK 的，这样超美的。你可以露出这个，稍微露出的感觉。刚刚那个围巾也是可以披在里面，然后可以露出来。对，这样也很美，这样超美的。你看，所以 这件风衣的话是完全都可以搭。对，我们现在是已经目前从头搭到尾。对。老板娘的意思应该也都是想要从头搭到，没错，对，他等一下一定会一直叫我穿，没错，百搭，因为我们就是要推广百搭系列的东西。这个洋装穿起来，里面的这个跟外面这个，我觉得配起来就还蛮适合，因为里面其实是比较温柔小姐姐，然后配其实外面这一件，它虽然是比较有点军装的感觉，但是我觉得它又是比较有女人味一点的，所以就还蛮好看的。要搭这吗？然后我们现在搭蓝色的看看，这样也很好看，我觉得不管披在里面或者是在外面好像都可以，都可以，这样也很好看，是用在外面就可以用到一点，然后再配这种系列，好好看，这样很好看，我觉得这套超美的，你可以这样配，就是在外面我觉得披外面也很美，超美，好看，我们就不要脱了。这样真的很好看，整个就是质感都提升，可以耶，对，所以我觉得这个风衣外套是很好搭配的，对，而且蓝色跳得很美，对啊，深蓝色，这个颜色其实蛮有藏蓝色，哦，藏蓝色，藏蓝色，很美，藏蓝色，藏蓝，对啊，很好看，而且。你们就是绑带啊，这件风衣绑带，你们其实绑后面其实也 OK 哦。我不太会绑你随便这样，你很烦，你替我。完蛋，你要绑很丑。因为每次都是他都叫他妈。我妈对。然后他妈都绑的，然后他都不学。完蛋，你看，我们这绑的超丑的，不行啊。好，
掉。对，反正可以绑。你们可以先绑好在绑好在船上。对，它就是拉紧的话会更有腰身。嗯，这样也很好看。对，我觉得上班其实也很超美的。哎，我觉得这样整个搭配就超美。好了，我要去换了。要换了。好。对啊，完全换完。对，我们时间有限。然后这次的包包很好看，我自己超喜欢的。来，我来给你们看看里面好不好？它这里就是可以背的，当肩背。但它其实可以扣这两边。对，它这两边是有孔，但是我觉得用在这里好像比较好看。对，然后里面的话是可以放长夹的，这个还蛮大的，等下丢下。这里，它这个里面可以放得了长夹，然后再放一些就是小的化妆品，我觉得是 OK 的。对，然后这个是很有质感的，给你们看，有点大象灰，你看它的车线超美的。最喜欢它旁边这个拉链，它是有点铁灰的那种感觉。这里它其实可以扣上面的，你这样看不到，扣这里。对，它是有蛮多扣法的，很好看呢。这个我觉得超喜欢，我觉得不管拿的或者是这样子也很好看。好，换下一件洋装，是包包是合成皮花的洋装。包包是1000多，合成皮。对，合成皮1000多不可能有真皮。没错。但是我觉得它是合成皮，真的是算还蛮有质感的。对啦。没错，不是真皮。对。好，再来就是我最爱的碎花了。对，就是板娘的爱，她就是喜欢穿各种碎花。没错。然后，对，然后这一件洋装我觉得穿起来很好看，而且它一看就是比较秋冬的，它的版型很美。对，它是做那个，这个颜色很漂亮，它是有一点点，这算是中红咖色吧，算红咖吧，对，有点咖色，红，对，它就是比较显白秋冬的这种颜色。围巾推奶色，我们应该都会选大地色，对对，但是我觉得看大概藏蓝也蛮好看的，看你自己啦，看你的衣服，如果你的那个衣服大地色系土色系的比较多，你就选那个。就是咖色的，然后如果你是平常衣服是黑白灰多一点的话，你就可以选蓝色会比较适合。对，然后这件洋装有两个，对，洋装还有这个色，这个是杏色的，然后它是做包扣设计，就是它的扣子是做一样的布料包扣。碎花洋装好看，对啊，我觉得它的版型很漂亮哎，碎花韩国的碎花洋装都做得很有质感，很有质感，就是不是很像阿灰啊那种，对，但是它是好看的。穿起来就是有那种小清新的感觉，然后它的腰线也是设计的比较高一点，所以穿起来也会比较显瘦显高。碎花的编号，然后背面023，对，这个碎花呢，它可以前绑也可以后绑，我自己是比较倾向于后绑的。对，它也可以绑前绑后都可以。我觉得绑在后面的话，感觉比较法式一点的感觉，就比较前面看起来比较简约，然后它前面是做 V 领的，所以这种 V 领的话，其实就会让你看起来比较瘦。对，但好像。我平常比较对，因为他不会穿比较少，比较少穿碎花，对对。然后袖子的话也是透肤的，袖子是透肤的，对啦，穿碎花就是会比较仙气的感觉，但我就真的比较少穿，我喜欢简约的，对。然后像这种碎花，我觉得到冬天的话，你可以外面配个毛衣也蛮好看哦，对，你可以搭一个毛衣，或者是你可以穿他们的那个外套，像这个外套，你看他又拿来油搭，没错。都可以一直搭的。然后等一下小雨要示范，我是当洋装，当洋装穿好了。有什么疑问？有疑问可以直接讲哈。他说他低罩杯会憋吗？胸？来这件吗？洋装，洋装。这个胸宽到这个很大哎、欸，我觉得还。哎，我觉得这很大。宽43，我觉得还好。对啊，板娘大概43，而且看胸还要看你其他的地方。对对，你可能要上官网看一下尺寸。没错，你们可以看官网的尺寸。扣起来，它扣起来呢是这个样子的，你看得出来它的那个腰身吧？对，这里，而且它是很平顺的，它这里不是会让你那个胖胖的，就是屁股的地方。对，然后这是做暗扣，所以。我觉得不太会，这完全可以单穿，不用怕曝光，因为它是暗扣。然后你看，就算不用这个绳，
绳子也是完全 OK 的。对，因为它是暗扣，然后还有多一层这样子，很好看，很美。我戴哪款？我一直都戴透明的隐形眼镜哎。对，然后绑腰身的话，我觉得也超美。这样就是整个是当洋装的感觉。可以绑个蝴蝶结，我是喜欢乱绑啊，你不一定要穿这个，你绑一个蝴蝶结，对，或者是直接绑也可以。超瘦的这件，然后呢，它有口袋，然后后面也是超级美，后面我觉得超美，就它垂坠感很好，就是穿这一件会很想要飘。而且其实穿这件，我觉得也超适合穿那个长靴，哦，就是你直接套长靴在里面，就会很帅气的感觉。对。就不一样的感觉。或者是你如果想要去正式的场合，冬天的话，你可以穿高跟鞋哦，可以高跟尖头包鞋，我觉得也会很有气质。对，反正这一件就是很实搭，很好穿。这件是制定款哦 ，WK18 风衣洋装，这件一定要买，超级美，上架咯，真的是超级美，前30名可以再折100，两件88折之后再折100，所以你们要看内文。屁股这边是顺的，就是很修饰，做那个。你说那个叫做扁打折，扁的打折就不会让你的这个地方蓬起来。对，蓬起来的话，你就会视觉当然是屁股比较大。这件是做扁的，所以它是顺顺的贴着你的身形下来的。对，然后它这边我们就只有做两个线，这件风衣跟上次直播不同款，当然不同啊，完全差那么多。一样，这是短的吗？之前的来的，之前是这个啦，哦那个，这个是之前的哦。对，之前是短的，哎，就是完全不同啊，不一样的东西。对。反正就是有眼睛就会看得出来不一样，真的啦，没有，因为你没有看吧，上次就是短的，你看这么长，它是洋装，上次的风衣洋装，上次就是一个比较短版的风衣，基本款，基本款，上次有一款加一的，哦，我跟你讲不一样，你说长的，长的那个完全不同，这个它是可以当做洋装穿，而且我觉得它的洋装感觉是比较淑女一点的感觉，对。对，像一般的风衣是完全不能当洋装穿的，你会曝光。这种就是很适合去那种巴黎的街上会有哦，然后戴那种叫哎，我觉得戴帽子就很适合。戴墨镜，然后直接逛街。我的自留，我一定要这个。对，等一下他还会再挑。哎，这样超有气势的耶！这样很好看，这是回深灰色的。对，这是帽子的另外一个颜色哦。对。深灰色，然后这个灰它是有点混麻花的那种感觉，就混色系，有混吗？对，有混色，稍微混一点，微深灰微微的。对，帽子的编号10072，10072，很好看，然后这样配就很好看。因为有的时候如果你穿这种长长的洋装或者长长的这种外套，冬天你会觉得头比较没有分量感的话，就是如果像我一样头比较小的女生。我建议你就可以戴一个帽子，会让它比较平衡一点。对，制定款这一件的话是3480，然后88折，你就是买两件88折的话是3060，然后抢前30名的话是折100，看，超美的，哎，超划算，2000多，2900多，对，反正就是3000块，然后你就是可以两穿，而且它质感真的很好，没错，超好看的，不用不绑也是好。对，不绑的话也是有做腰身，你可以绑后面，所以整个有腰身哎，这样也很好看，对不对？如果它不绑的话，因为我们这边是有做腰身的部分，所以整个很像洋装，就完全没有担心。我觉得就会更特别一点，对，更特别，外面更少这种感觉的。对的，哎，你看它的腰身这边是平的，焦糖好像也可以，对，可以配一个这个包包。焦糖的话就是颜色比较亮，对，包包就是它现在这个是把那个。背带拿掉的，一件折一半，两件88折，然后88折，对，买制定款折100，前30名，对，要输入折扣码，要输入折扣码哦，各位抢前30名。你看这边是怎么做平的，超有质感，它没有凸凸的，就看起来很高级，就是压的压线，然后其实整个它都是往上提，所以让你试穿这件是很有精神。你看，因为其实我真的很瘦。就是我的身材是比较扁、比较瘦的，所以很多衣服怕穿像这种太大，这件是完全不会，因为它腰身整个把它提起来。对。然后这种的话，尺寸其实可以穿蛮大的，因为它腋下那边是通常都是会腋下的那边会就是比较受限，因为通常如果有做肩线的，它这边会做这样，对，会很紧。这个没有，
欸，你很聪明哎，你都有考虑到这些东西。对，而且我考虑到就是肩线部分，对啊，很水，很好看，好，这件超美。好，然后赶快抢前三十名折扣码，可以搭配两件八八折，然后再折一百哦，就是购买风衣的人。好，然后这个我们一直在卖的这件，舍不得下架的这件。短风衣，斗篷短风衣，这件也是我们制定款，然后现在已经热销前剪了，然后是人字纹的哦。这个前短后长，这个明天也有少量，台中有少量的现货，你可以来试穿。然后长风衣少量现货，明天台中门市也有，可以来买。客人都已经想，对，可以来购买。对，然后呢，台北的话也有提供试穿长风衣，你们也可以去台北试穿。台中，我看一下，小雨尺寸穿多少？这个没有分尺寸，外套没有分尺寸。就是抽奖的话，你们就是要看那个脸书粉专那边会抽。好，然后再来看看还有什么重点。风衣我觉得不会到很重欸，是算厚雪纺的，它不是到那种。它是有稍微有一点弹性，然后它是厚雪纺的，不会到特别厚的那种哦，所以我觉得这种台湾天气完全都是可以的。好，来我来看一下，台北长风衣没有留现货，就是只能试穿。哎，好像有少数。没有，好，下一套了。哎，这个背心好好看哦，羊毛的，它是羊毛的背心，已经开始有羊毛出现了。然后我现在穿这个是有点奶白色的，然后它就是很好搭做搭配，穿起来就是很有质感。哎，这样很好看，可以这样吧。然后其实它，如果你里面是穿那个短裤，也可以当做就是羊小羊装的那种穿法，这样子。皮裙等一下会穿，还没穿到皮裙。好，看一下，风衣可以去台北市哦，可以。台北的哪里？有地址，官网有地址，你们可以看一下。对，很好看。对，然后这个是100%的羊毛手工，然后在广东出，这是100%的手工羊毛哦。然后它有两个颜色，它是有羊毛成分100%，然后是手工的。这个算是可可色吧？可可色。对，我身上是奶白色，然后它还有一个可可色，它有可可色，对，有两个颜色。哎，这边这边，对，然后它是这种背心式的，对，它是背心式的，做两个口袋的设计，对，很好看，很美。然后背心这一件的编号100060，然后它是100%的羊毛手工哦，100%的羊毛手工。对，然后裙子的话有三个颜色，然后它的这个腰带是可以拿掉的，对，是可以拿掉的。好，然后裙子，对，还有后面还有咖色，咖色的话在后面哦，有三个颜色，穿灰色、还有杏色跟咖色这样子。然后它是做那种麂皮设计的，而且我觉得它这件裙子穿起来很瘦，因为它这边它的那个就是松紧部分它是做比较细的，所以我觉得这件的话它没有瘦，很。揪，对，就它没有 很厚的那种带，对，它这里不是做很揪很紧的，所以它其实就会顺顺的下来这样子。对，然后是比较软的那种麂皮材质。今天直播款是台北什么时候会有货可以试啊？明天可以试啊，就直接可以试。好，来，哎，我觉得你穿这个色好像也可以，换另一个色你们看一下，对，羊毛背心。然后我觉得像台湾天气比较不会到这么冷的话，你们就可以搭背心或者是毛衣，你们就穿毛衣搭背心，我觉得其实台湾天气就 OK。 对，像这样也很好看。今天直播的台北要过几天？有一些有，有一些新品，对，有一些有，你们可以先问客服。如果试穿之前可以先询问客服，没错。哎，我觉得这个可可色也很好看。可可色很好看，对啊，然后是有绑带的，所以你可以自行绑腰身，就一个搭配的感觉，我觉得也超美的。我觉得会好像还就是，我觉得羊毛的穿起来就是很有质感啦。对，很有质感。可以看丝巾吗？这个吗？还有两个色的。对，这样配也很美。它是有两个色，土色系，然后跟那个藏蓝、藏青色。
对，藏蓝色，很美。还有这个大地 色，对，这样子，它就是有种多层次的感觉。对，你可以这样披着，或者是你把它围，用围的，后面用披的也可以，都可以。对，然后这件的话，背心啊，它是羊毛手工的哦。对，这个是羊毛手工的，超级舒服，羊毛的就是。高级的，然后但是它的保暖度就是还蛮好的。羊毛的材质就是让你比较那种轻薄，然后会很热吗？一定会，因为它是羊毛的。对，它是羊毛的。对，所以你不用想说它穿了无感，羊毛就是会让你很热。反了反了，它是100%手工羊毛。反了反了。对，然后它没有扣子，所以它是比较简约的设计。那你可以就是把它绑起来。还有另外一个色，奶白色，奶白色，奶白色，我觉得还蛮有质感的，这样子，对，这样很好看。我觉得到秋冬，韩国很多这种羊毛手工的东西都超有质感，对啊，就是比较轻薄，但是会有保暖度的，很美。然后如果你到天气比较冷，就可以搭就是厚的毛衣，对，然后它这边是比较空，对，因为它是比较宽的，对对对，所以它就是也是不挑身材啦，对。好，背心，羊毛背心的编号哦，很轻，10060，超轻的哦，羊毛都很轻，羊毛都很轻，对对，都是很轻的哦。羊毛的东西啊，像外套什么大衣，就是比较轻，但是是有保暖。然后这个裙子呢，它的侧边有一个隐藏式拉链，对对，所以它除了松紧之外，还有一个隐藏式拉链。然后我穿的是这个深灰色的，就还蛮有质感的。哎，我觉得也可以搭这个，好看，再搭一次。这里应该穿几千次的，很舒服。风衣，乐销千件的短版风衣，会很重吗？刚刚的那个羊毛很轻啊，很轻，羊毛都很轻，没错。这样子，像这样就很好看了。这件谁还没买啊？应该大家都买了吧？没错，对啊，卖的乐销1000多件，对啊，质感真的很好。你看斗篷的感觉，斗篷感。明天也是少量现货，门市限定，台中门市，对，台中门市在那个北区博物馆2街34号。好，好，我要换是不是？对。好的，你们还有什么问题吗？羊毛穿在穿羊毛外穿的上风衣吗？好像可以耶。羊毛外穿的上，再加风衣吗？你这样会热吧？应该，我觉得是不需要。对，因为羊毛的话就已经还蛮保暖的，所以应该不用再穿。对，快结束了。剩倒数几套，看，对，会留直播哦。然后呢，抢，赶快抢前30名哦！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但是你们要赶快去下单，下单才有折100，2件8折，然后你就可以内文输入折扣码折100，只有前30名哦。你要是已经输入了，然后说怎么没有了，就是已经没有了。对，是限量的折扣码折100。好，还有什么重点吗？我觉得这是必买，当然自己超爱的包包，我觉得很好看呢，超美，很有质感，1000多而已。帽子的编号是10072，羊毛外套的货号，羊毛背心，手工羊毛，羊毛是100%的哦。10060，对不对？10060。100%的手工羊毛背心，对，然后所有商品都有在官网，所以你们就是我们刚才念的编号，就是上网输入就会有了，在官网上面。好的，好的，来又换一个，好，换了一件这个裙子，后棒束，后棒束，冬天在穿的裙子，冬天在穿的，对，它这个是很扎实的后棒束的那种。然后小雨现在穿的上衣是奶油色，奶油色，奶油色，对，哎，反正我今天就目前就是一直在穿这件上衣了，对，都是那一件，对，然后穿白色给你们比对一下，对，奶油色，对，然后这个是白色，给你们看颜色，好。这样就很好看，因为它这件背心是比较中长度的，就是稍微可以就是遮住那个短裙的感觉。对，如果你要这样子的话，你里面穿这个裙子，你这样配，它其实就像一件洋装。对，这样很美，就有点短洋的感觉。对，但我觉得因为它是羊毛，然后它版型、它的剪裁一定都是做的很简单，所以。
所以我觉得其实这样看起来质感很好，对，很有质感啊，配这个穿起来好看。好，就今年还蛮流行这种色系的，灰灰的，很美，灰灰咖咖的感觉。对，然后这是100%的同样毛，超级轻的哦，很轻，真的很好看哎，超美。哎，我觉得侧背其实也很不错。然后它这次的那个背心手工羊毛，它是旁边的线，它是做就是哦实的，对实的，因为之前很多一条线一条线的，那很容易断掉。对，那非常容易断掉，但很好看，这样就很美了，可可色。这个背心就是看放在哪里挂在那都不想撕，穿起来就很好看。对，穿起来就超美，对，因为它的版它的剪裁就是很简单，你会觉得就是一个布而已。对对，但它其实穿起来很好看，很简单，然后是有口袋，羊毛的材质就很好，这样子。然后这个里面这个内搭就是一定要多搭几色，因为我其实现在穿了蛮多颜色，我觉得它就是很实搭，很好穿。然后它就是这种半高领的，所以我觉得穿在里面就不会让你觉得不舒服，很好看哎、欸。就是你内搭这种内搭系的单品一定要买，一定要买材质很好的、很舒服，你才穿得久。对，它完全不会到太累，而且不会太高，因为如果太高就会没脖子。对，这样完全不会。超美，超美。然后裙子的话呢，它也是就是这次的话，它是有点加两片的那种感觉。对，然后它不是那么的短。对对，然后呢，它加中长非常厚实。那它的那个是做那种灰色格纹的感觉。然后材质是毛呢的，对，这个是毛呢的，然后是有分尺寸。然后像这种比较厚实、比较扎实的那种裙子的话，穿起来会比较不显小腹，会比较瘦的感觉，哦、挺因为它比较硬挺，所以它比较不贴肚。应该是这样，对，穿起来的话会更瘦。对，如果是那种莫代尔的那种裙子，就是会比较容易有肚子。对。好，我们先换下一个，要快速。好，等一下换那个就是皮裙的。好，我再给你们看这次的那个视频好了。来这边看一下哦 ，WK 18。好，我看一下 ，WK 18是那个风衣吗？它是厚雪纺的材质，然后像这次的这个夹子，这个夹子我觉得也超美，然后它是有点琥珀色的感觉，然后配珍珠扣，这里。然后上次很热销的就是简单简约的这个线条，这个编号是几啊？09243，这是热销的，上次的。对，那这是新的呢？这个长方形的，这个编号几？这个编号几？10075。然后这个的话有两个颜色，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那个琥珀色，然后跟这个透明色系，透明的。很美，这很好看，有质感。好，这个衬衫好可爱哦，它是那个有一点点那种荷叶感的，对，它就是我觉得它就是穿上去就会很有气质，然后感觉就是很好搭配。它这个其实像我搭皮裙或者是搭牛仔裤都很好看，就它会有比较有时髦的感觉，跟一般的衬衫感觉不太一样。对，然后皮裙的话有两个色，皮裙很美，很美，然后也是很有质感，那是奶茶色系，然后跟白色。其实我本来就很喜欢穿这种，就是去年就是我挑了一个绿色、那个，就我就很爱。对，就是因为像这种皮裙，就是我觉得怎么搭都会很有质感，很有气势。然后它中间它是做那个前开叉设计，就很适合娇小的女生。就是虽然我现在就不太穿很短的裙子，我就会选择像这种，它虽然是长的，但它前面有做开叉，所以。就是我穿起来其实也不会觉得说，太过长的感觉，对，因为可以露出一点小腿，然后它的内里其实是有一点点毛料的设计，对，特别微，对，所以就是冬天穿是 OK 的，很好看，然后两个颜色都还蛮好看的，我觉得我这个奶茶色很美，对，奶茶色，我觉得奶茶色超好看的，超好看，它其实也有一点那种，就是牛奶糖色，你去年很喜欢的，对。对然后其实像这个衬衫呢，我觉得它就也会很适合，就是配一些就是毛衣，就是冬天的一些毛衣，然后它可以露出这个领子小荷叶的部分，
然后它是稍微有一点荷叶边的设计，就是还蛮宫廷风的，很美，对，很高级的感觉。我觉得像这个如果配那种就是珍珠类啊，嗯，就是或者一些像钻啊，或者是像这个帽子，它的这种链条的设计，我觉得都会很时髦。对，然后这件上衣它是比较微透微透的感觉，我觉得很好看的、欸、这个衬衫，上衣编号，而且这种衬衫我觉得这种衬衫比较少人会有，对，比较少，所以我觉得就是很可以有一件。然后这个你单穿好看，或者是你搭配外套，我觉得刚才这个色其实也蛮好看的，对啊，百搭的奶油色，奶油色这样子，对，或是我身上的牛奶糖色，牛奶糖色。然后这件全折的话有分尺寸，这个是不是可以搭我们上次那个小香风，小香风外套啊，可以看看，像这种衬衫也可以搭上次就有介绍，我很喜欢的这个，对，小香风，这样整个超有气质，很有气势，这就是我很爱的包，你的包可以，对，超美。然后你看它的这个衬衫，它露就是这个领子，这样就很好看。对，然后这是最后一套咯，然后小香风的编号是，我看一下WK17，那个洋装是不是？没有，那个时间来不及。哦哦、好，嗯，然后上衣的话，它只有一个颜色，然后小香风也是一个颜色，这也是热销款。哎、欸，我觉得这样配超好看的、欸，我觉得它好好适合这个，就是这一件很适合这个裙子啊。对啊，那我要这一件裙子。可以，我觉得这个你要戴，我要这样子出。对，这样可以，很好看。好，对，因为我没有这种衬衫。对啊，我没有这种衬衫，嗯，因为我的衬衫都是一般的领子，然后这个我觉得就是。因为我觉得单穿或者是我配个西装裤就会很好看，都很好看，对对，配裤子。然后说我商品都有在官网哦，很好看，全折编号10022，好，各位往官网去看，好，各位，拜拜，拜拜。